主料：豆渣300克，南瓜米10克，面粉300克，辅料：香葱10克，盐，鸡蛋一个，食用油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南瓜切丝后切末，香葱切末，豆渣用一个大的容器装，豆渣里下切好的香葱和南瓜末，下一个鸡蛋，下数量的盐和面粉，所有材料用手抓匀，平底锅下油，取适量面团团成圆形，放平底锅里按盐，小火煎至两面金黄后出锅。烹饪技巧：煎的时候不能心急，一定要用中小火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